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今天来赵家桥这里买大肘子来了啊！不是，武汉管这玩意叫蹄膀。告诉我八点开门，我八点到这里，老板告诉我卖没了。你这不是玩的吗？就剩小的了。行啊，没办法了，小的也得买呀。大老远来的也不能空手回去啊。你别说，这家蹄膀卤的真是到位呀、啊，整的雀黑胶黏细嫩啊。不是，通红软烂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入口即化呀。还是夸夸他吧，开玩笑的，确实不错。他家的肘子做的是肥而不腻，软烂脱骨，吃一口真是给我香蒙圈了。再用卤汁泡点米饭，就剩两瓣大蒜，那最低三碗半呢。吃好了 ，beautiful。这老板下次能不能多卤点？省着别人都买不着，我跟你说。